하이디스 회장 명의 조의를 표하는 보도자료를 내기로 했었습니다. 허나 회사가 보도자료라고 낸 것은 유가족에게 애도하는 내용도 아닌 아무런 진심이 담기지 않은 단 세 줄짜리 의미 없는 보도자료였습니다. 第一个没有做到的事情是 하이디스 공회 要求资方，资方也承诺，办完裴哉炯的丧事之后，必须要资方开一个记者会，表达对于裴哉炯的死最深沉的遗憾。 这样的一个公开说明，很可惜的，资方完完全全没有这样的动作，只对外发表了短短三行的内容说，说我们跟劳方达成协议，就这样，什么话都没有说，没有表达任何对于裴哉炯的死表达遗憾，这个原本他应该要承诺要做的事情。第二点，针对官场相关。 미국이 성실하게 임하지 않는다면 하이디스 지혜는 더 가열찬 대만 원정 투쟁에 나설 것입니다. 资方拒绝诚信协商的话，我们海底劳工将会展开更激烈的抗争哦。他们是适合少量的客制化生产，在汽车的 LCD 跟医疗用的 X 光面板，大家可以看到 DSD 这个括号就是 Digital X-ray Detector 这样子的一个技术去做 X 光面板的这样子的一个生产的能力是非常的强的。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小量生产跟 这个本身就是产品是高价的这样的状况底下，而且是三年以内就会报销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消耗品。那这个是在，尤其在医疗用的 X 光面板，是未来一个非常有前景的一个市场趋势哦。 很多人会觉得是说，这个 Haidis 工会的事情，它其实是一个劳动的议题。那很多环保团体，那 为什么要来关注跟支持像这样的议题？甚至我们可以看到永丰宜集团，它旗下有很多看起来是环境友善或诉求对环境是好的这些商品，包括橘子工坊这些商品。那我们必须说一件事情是，在这个我们要求环境的主张上面，绝对不是只要求你的商品 看起来包装怎么样而已，我们更要要求你在后面，你对于这个生产的逻辑上面，你对于劳工，你对于环境，是不是真的用心在保护，用心跟劳工跟环境站在一起的？那我们很清楚看到一件事情是，现在这些大资本大财团，他们资本在全球规模的移动，这个不断的移动，为了最大的获利。 同时，当他获利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他可能买了专利，他可能在一段时间里面短时间大量的套利。但是，当他遇到了经营的风险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一样用移动的方式，用移动的方式来转嫁、来规避他可能会遇到的成本跟风险哦。所以，这时候是谁在承担这些成本跟风险？当然就会是劳工跟环境这样的例子，我们其实在 全球的尺度或亚洲的尺度，已经看到非常非常多了，也包括跟中国大陆那边。所以我们要在这边说，在同样的逻辑之下。
劳工跟环境的议题绝对是要一起联手出击的。我们要一起对抗的是这种只有企业它才有能力移动，只有企业它才有能力不断地转嫁它的成本跟风险的逻辑，却让劳工跟环境要来承担这些苦痛。所以我们要说，我们绝对不会只看表面上面橘子工坊看起来广告打得多漂亮，我们接下来我们也会再串联更多的环境组织跟环保团体，我们要揭露这一个看起来在这个区域的经贸整合里面好像有很多越来越多企业越来越有好的包装能力，但是我们要戳破这个假象哦。这是我们未来一定会跟海底斯工会跟公运的团体一起联合作为一起的工作。